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好久没过来看看这个房子，已经有四五天没过来看了嘛。然后他们现在已经起第二层，起了这么多了，你看，准备安这个模板，正在安这个模板，然后过几天要套那个板了啊。搬入钢筋之后，粗梁。什么都弄清楚了，就套那个第二层，就算完成了。第二层他们也不用几天了，我估计算了一下，还用只有六天的时间了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刚刚主人在说是起两层啊，我们农村这边只是起第二层，大概都已经用了12万块钱了，但是目前要起3层半或者是4层半，但是后面还有2层半呢，大概还有多少钱，这个又不清楚了。确实，农村起一个房子也是挺贵的，因为我们这边山区嘛，很偏远，拉什么材料。都是很贵的，就是一个瓷砖也要3块2毛一个瓷砖，然后还有钢筋啊、门槛啊这些，基本上是用很多钱哦，人工费更多，人工费的话，第一层都是2万，第二层也是2万块钱的人工费。Thank you.